外国的有的人讲我好啰嗦，不过有的人讲我就好简单哦。就拿你是不是来讲？又没讲。那讲法语耶？哦，你唱的，你是什么人？我是中国人。你在做什么？我在这小便。是啊，你是特使啊。那边刚刚好，你是特使。是啊，那用功夫话咧，又五数你是特使了。几多特使？十六特使。十六特使啊！你听，你系乜人？我系唐人。你做乜嘢？我喺屙尿。诶、欸，嘿嘿、哦，啱啱十六特使系咪？啱啱好啊。系有一种人咧讲话，又五数十六特使喎。乜人？客家人。诶、欸，挨都唔啲喎。十二特使。你听点哦，麦鸡人、总结人、捉麦鸡、挨饿尿。诶、欸、诶，嘿、欸、喎，吓都系客家人厉害啲喎，都唔算厉害，还有一种人韩国厉害哦。麦鸡人哦，海南人，八杂师都搞添。八杂师，你听点？闽南、宁南、多米、邦桥。诶、欸，好搞货啊！好搞货，韩听人啲海南人厉害啲喎，都唔算，还有一种人啊。韩国厉害哦，系唔先？一种人就会跪了。你咪讲，四德斯搞掂。四德斯，你听点 ？Who, me, what？ 切，四系乜嘅嚟啊？嗱，啲欧亚咪该上，上啦，咪输上咯。啊，俺用你都想得出嚟啊！讲起啦，诶，俺有想到有种人韩国厉害，乜嘅人啊？唔是用四德斯嘅，俺见呀，阿老嘛。哎、欸，讲起方言呢，有时真的要拜舞龙的喎。挨出八达岭啊，就见过俺用的师傅上。讲来听啊。那有日有只功夫佬呢，同街边卖生果的客家佬讲咯：“阿伯，请问你有散子唱舞？”阿只客家佬就讲：“咦，做个疑点挨要嘅？梗系知啦，我一睇就知道你有散子唱啦。睇你挨见得毛喎、哦。”切阿伯，头先又讲有，而家又讲冇，到底有唔有散子唱？挨以后害，挨冇生之创。喂，阿伯，你似乎有问题喎、哦。散子好闲啫，咁大声做咩啊？我师傅咧生之创，唔咩散子，挨看住生芒果都贱。旧代功夫佬满条污水，佢两个到底做乜嘢？原来喺功夫佬呢，想玩一拍叉，但只冇散女，那种唔识跳呢，想同客家佬玩散女。哦。一江湖人讲又唔有散子唱，希望要散女走嘛？系咯，阿白超误会江湖佬，满而要散子闯嘛？真系解都唔讲啊！系啦，讲到江湖话咧，有一班人自家都冇意思啊！要去解同阿讲啦，你阿伯咩解同阿讲？喺我自家叻五尺咯。咁变呢？有啲人喺个别点样翻当识翻咯，因为翻当好多当翻啊嘛，要叉手翻，要解翻，要主脚翻，挨咗险得解翻。然后咧就前威错，银暗咗银到完，就搭两集妹仔嘅台。哦，搭台后平上啫。咩威嘢件事？我坐落五分钟，一翻行行蹦来，忽然间我就听到一火机门咯。头先边个叫鸡啊？我就夹夹起胸前咯，系我叫鸡啊！阎王啊，王间个别啲咩人都肯定系啊。诶、欸，咁而搭台两集妹仔呢？是啊，盲师晒咗照咯。做鸡。挨靓其飞书本架五飞挨起其他朋友咯，挨都照啊，你都照照。哎，阿叔哥，你阿同系差唔多嘅咯，一条凳一来一讲喎，狂乜鸡，十只讲条叫只夫啦嘛，最狂嘢啲十只，水到难夫。诶，讲起讲条楼咧，有一则故仔引用嘅。吓、哦，以前有一则寡妇，三十零岁喎，浪妇之言，就小门挂，讲热叫三唔搭丝，前期装贵冚唪唥都出嚟上床，小门就生开只拉喎，啊，阿拉就睇佢之后咧，讲热都门夹摆喺拉人，佢阿妈都讲唔出来，有热啊，佢秃树先生啲门热咯，而菜阿妈都拍地杯，唔掂也摆喺拉人咩？啊，阿只傻仔就讲。挨唔跌到哦，挨枪跌到出出热热，神话都喺港条捞来啊！港条捞故仔挨也要啊！哦，嗱，挨起讲要四粒卵子，在卵巢底部降下条个奖来啊！一天二粒就降，如果挨奖来变神人呢，挨爱唱天皇之仙成龙，一天二粒就降啦，挨中意马哥周润发。天上粒就出生了，挨唔中意做男人，挨咁样做梅艳芳，
正当站到机闸在阿基里咕噜的时候，阿铁丝立就讲啦：，你哋冇嘈，你哋开慢人来开。三粒卵子斜斜讲：，啊，原来系港条路麦噶。喂，要听个廿八醒狮嘅故仔嘛？冇啊。啊，以前有对夫妇，阿啱就生开对马仔。有对马仔呢要后作事喎，识年龄呢就识到三四岁，行鸡唔脱喎，鸡系冇相干喎，偏偏阿妈要踢踢石喺只蛇嘅，一要多靓呢，半夜都会变阿蛇嘅七朵一拜，阿娘做阿哥嘅，梗系是唔敢嘅啦，闪到只后妒忌嘅楼梯，讲起来一整天人蛇巨胎喎，本其上斗只方法，爱突袭阿妈嘅靓，由于半夜呢，千家就衰喺木以后呢，就拿你突入。土落家妈嘅念上背，上突时嘅楼梯，因为佢跌到嘅楼梯，半夜一天内识多一排练噶嘛，然后咧佢自家就会衰木啦。好啦，听讲嘅一走咧，佢就空线咯，佢闪靓咯，夜半夜行尸，光亦都同埋长靓先。啊，佢就行前家妈嘅面床条一看，哎呀，真系死害喎！不过唔系嘅楼梯，眼望系家爸显示哦。做嘅嘢摆有事嘅，枪而用咯，试试烂枪嘛。啊，老全，隔篱妹儿多少精健嘅东西。好啊，一年之中呢，拉热嘅一角系最严嘅。哼，小学生都知啦，八一先唔跟一角咩最严嘅咯。你搞错了，一年十二阵一 D boy 呢，每阵一嘅十五，一讲都系最严嘅。哈，要系喎，讲到八一十五啊，挨 Q 人在听听讲啊，比赛踩地面啊，嗱，个奖金五百条嘅咧。哦，又未拿到啊？今晚又听听讲啊，年山年海太霸节目，要顶龙比赛，十一病比赛，还有一样就系踩地面咯。诶，又未踩法呢？好简单嘛。哎，做翻完奖要奖五百条嘅银子咧，用线吊起来，哦、下边要吊只假面机，过面去踩五十四嘅乘以，踩中要五百条，嗱，掉去运八十种吊都冇人家踩到。哎，小妹两边呢？小妹挨行过去，夹开五百条，挨就照咯。哎，你观众啊，就呱呱叫咯。哎，起码答题目就夹成照，唔得咧啊！小妹一评判员就出来对哎观众讲啦，哎嘿，挨条猫巢，调整一位朋友咧答啱开。一条题目嘅答案呢，系爱情妹妹。啊，你硬扮嚟踩点面，哎，定系出题边嘢踩啊？放马过来，等下嚟啊！上背一肉痛呢，下背就觉得痛；下背一肉痛呢，上背就过硬肿。而踩起做乜嘅？呸，着实。咁样嘅东西喺埋一齐啊，就算我踩得到，我都割唔出跳啦。嘿，好平常啫嘛，你踩起做乜嘅？啊，起做做啊，哎呀，哎，割唔出跳啦，哎呀。嘿，你都黐线咧，答案系雕五，做咩割唔出咯？吓，系雕五啊？嘿嘿，难估系雕雕乜嘅啊？雕老海哦。阿嫂哥，啊，你讲你暗聪明啊，我想问你，这个阿刘人啊，要分唐人和毛人老几年人呢？哦，系咁样嘅。以前神仙开天辟地呢，就先拿泥去装人嘅样，就送入谷炉去提炼成人，稍微混杂种条就拿出来，阎王全部都变成乌炭条，所以咩要几年人咯？哎，和毛人呢？哦，第二拜呢，要做多一片喺手，你阿伯五分钟就拿出来。哎呀，师傅，唔叫叔王咩拍晒晒，变成红毛人咯。一咁讲啊，一唐人又咩讲哦？到第三拜咯，你阿伯要见音咯，火烧岩岩后，唔弄又唔拍，剑芒石咩变去嗌到唐人咯。啊，妖气喎！诶，三哥，啊，讲起唐人啊，我条嘅心里啊，要多少唔尽爽嘅咧？切，二真唔尽爽啊！咩咩？我就看到一唐人妹啊，喺老鬼楼行啊，太监都讲，切后夹唔夹，一夹到一鬼楼，系啊，系咩后咯？嗱，喺讲我啲唐人缩只鬼妹啊，太监都唔同讲咯，佢讲哇，后假货叻仔，识使人吹，
夹攰妹啊！讲到夹人的事呢，我呢只故仔喊做捞出夹相。有日有条大半箱在苏联搞位潜东西食喎，唔小心出半粒而家望足到，眼眼要只捞出在行过，喺梯上都桥啊捞出在咬烂一望咧来丢嘅，喺捞出在黏黏下就讲，诶，丢你老爹，不过我有条件嘅喎。唔说讲我睇相，梗系擘街都答应你啦。OK， 捞出仔就讲，我叫阿儿子兄呢，而家俾我跌一杯。哦，有搞错嘛？我睇相讲，你都想跌我，你只好将牙签跌落水缸一样啫。捞出仔发火就讲，跌出跌，唔跌出讲唔跌，猫吹俾阿姐阿座。啊，睇相看到佢上照就讲，诶、哎，好啦好啦，而家叫嚟叫我啦。捞出仔马上就嚓嚓嚓嚓嚓，就朝眼望咬烂晒，叫去太半上啦。啊，谁啲太半上五鬼神都冇，超上怂人咯。捞出仔就骂人啦，喂，你啲信用都冇嘅，光明大叫响你，本来跌一百啊嘛。太上就笑佢啦，切，超上你多十条眼咁嘅东西，挨都冇 feeling 嘅啦。捞出仔就讲啦，冇个人多，黐个人跌。啊，好啦，眼样佢捞出仔就爬上架先上去，饮下饮下就唔知几光烟喎。超彩人的时候呢，苏丹有的效果衰木，超本日两个假货呢朝上，超顺手摘几粒嘢来钉喺梯上一条，啊梯上俾佢钉到呢，靓嘴喊一声，哎呀哎呀，哈，系捞住只汤头都跌啲洋洋咗个，嗯，闲工冇必拎，见那种跌到挨嘅厉害呢。诶，捞咗啊！讲到 feeling 咧，每只人的 feeling 都唔同嘅。我有只朋友啊，讲嘢都笑面苦面，我就问佢做解事咯。佢就讲啊，唉，我老婆真系唔得喎。诶，我就同佢讲喎，你老婆咩好叻嘅咩，要茶衫，要同我带些蚊仔。阿朋友就讲啦，唔系啊，我系讲佢好枪啊，冷嘲冷恶一样啊，烧开黄胆柴都烧唔开啦，我叹我都笑笑地咯，小妹期就满张挨喎，诶，捞钱啦，你阿老婆一边咯，挨就同佢讲啦，我老婆好像最先出来买衣炉啊，刺痛出火呀。喂，校长啊，二杠九过咗窗地度啦，捉紧二五拍杠九，韩国行业事喎，攰唔啲咩？睇你拍杠九好难嘅喎、哦。系哦，挨拍系你知杠九啊 ，NG 十几万，最后盲拍晒就收工咯。捉鸡哦，危险追系嘛，一名拍。系啦、哎，而咩要拍过去砸杠九咧？唉，讲起来要后笑要后闹啊。讲嚟听下啫。挨起拍一种皮嘅杠九。你阿种片呢，喺上罗最先一出尘，一边冷天钳落去呢，就后边暖嘅；一边热天钳落去呢，后边凉嘅。广告公司呢，系喺我潜到得些蚊仔来拍喎。我有只朋友啊，佢讲嘅例子好聪明嘅，咩一齐拍咯。啊，摄影机一 start 呢，我就问佢咯。啊，老太仔，你有卡面床上不要物计啊？佢就讲话要正要。诶，我闪亮差唔多啦，落来就讲种片噶啦。啊，老太仔，挨仔满意啊！正肉双臂要起物计呢？起床单咯、哦？哦，要起喎、哦！我想讲，阿勇床单双臂要起物计呢？嗯，床单双臂起阿乜咯？啊，要起要理由喎、哦！挨最少廿百满意，一天讲钟嘅。啊，老太仔，阿勇廿乜双臂要起物计啊？嗯，起阿爸咯？哎呀，半夜太冷，死在爆，阿勇一皮就起来会。哦，皮鞋毛就都变阿爸踢落床下底咯。喂，奇哥啊，听讲见阿个艾滋病呢，在感房地方都向伢跌倒喎。系啊，你要小心啲咯。我要咩同性恋，要咩阿瓜？你咩啫？最狂言一到去啊，人家夹硬我嚟做阿瓜咧。切，万样嘅事。冇，哼。探讲减房地波呀，有啲坐时间咩？有啲坐十年八年啦，就话冇讲阿婆，连祖婆都冇批过。男人喎，有孽冇出，谷直叫啊，都有包啦。啊，加有两饼，冇饼咯。一个你先落去啊，地波一条泰国梯啊，夹硬啊，爱喊你唱休田花呀。挨两个系咪个泰式唱歌吗？
猫讲休田花，就算系带蕊花、苦情花、三朵花，还有一朵小花、五朵金花，挨都湿湿碎啊嘛。哎呀，收哥咩窗个挨条花，挨一个。吃光光出来啦！我吃光休田花咧，就吃光有休杯帮我冲到开花。啊！人初感动也到，有爱之平，烫到心魂一淡也未惊。敢用心也冒界，地杯冒里点，太切加都黑。爱唱休田花落命，好像当年阿瓜啰嗦也冒咸影，出感情里点三夫两脚行，轮流不嫌初三眼光出马几夜冬凋香。讲起阿瓜咧，艾坤哥要从阿瓜比赛哦。诶，两名比法啊？厉害咯！十三只脚架参加咧，最好咧选出三只脚架来决赛。哇，每只脚架都阿瓜咩？哟，日三只脚架咧，就系印尼、泰国、马来西亚。诶，蔓延起啲阿瓜。当时喺银阳嘅评判员喊印尼阿瓜出来咧，搏晒佢三夫。哇，咁后作夫、哦？切，你眼见壮壮鸡哦，艾喺个搏晒三夫咧，搏印尼条大夫。哦，颈换咧？警员咧，评判员就抱只阿瓜嘅眼咯，然后拉一条一啲黄瓜，再企喺八一四五一磨下磨下，专门阿瓜廿条起码计。哇，好难猜喎、啊！哼，印尼阿瓜厉害哦，马上就答哦，黄瓜。哎呀，厉害厉害！轮到泰国阿瓜，要去咁样抱只咧眼咯，廿败咧，评判员拿条苦瓜。吓、啊，苦瓜？诶，苦瓜一点咩？得。评判员呢，就在阿瓜背后啊位咧，擦下擦下，磨下磨下。啊，廿八期踩唔到啦，廿八牙也舐唔到期踩唔到啊啦，哈哈，好家伙，擦两下，阿太嘅阿瓜就讲苦瓜，哇，全场嘅观众都拍掌哦，哇，冇得跌，一下就跌到系苦瓜喎、哦。最后咧就轮到马来西亚阿瓜出场啦，廿八拿乜嘅？廿八评判员就拿一条啊条兔仔丝那条。啊凤罗片，凤罗片，二打暗开，庄少林想到二行厉害过一两只阿瓜，五叔传人师傅去磨虾，而都跌到喺凤罗片，二号见友，结果冠军就系马来西亚嘅庄少林。啊啊！教水艺，哎，讲到印尼阿瓜咧，我就摊开只故仔，就有一日啊，印尼嘅仆装去访问日本。日本人呢，就带一仆从到处去参观咯，还吸引你仆从批评批评哈，哈、啊，哎，仆从就讲，想当年的日本啊，都本来原子弹炸到平西咯，哈、啊，眨下眼又变得暗繁荣，交流太下又很多，哦，阿里嘎多阿里嘎多，日本人千讲多车，哎，不过有啲唔好呢，哦，日本人就问哎仆从，乜嘢唔好？铺装就讲咯，然后日本人啊，好中意随街屙尿，日本人听到都好冇意思啊。好啦，过两阵日咧，日本人咁来印尼访问啊，印尼铺装也带起满街看样子啊，有眼水冇眼水，有条家伙就放在屙尿啦，就本日本人看到，佢也笑印尼铺装，想唔到日本人啊，系中意随街屙尿嘅，哦，系铺装听到咧，就马上喊家笑下讲。别给听我，下巴身那紧紧，假笑下看转来咧，就同铺装细细声讲，啊，然后喺铺装又唔出声喎、哦，日本人就好好奇咯，就问佢，切，到底问屙尿，要问唔敢讲，转向一讲，好啦，铺装就讲啦，头先屙尿介只呢，系俺日本粮食馆的态势来耶，八个嘢咯。讲到艾滋病呢，对男人来讲呢，嘿，好好用了，有用，切进来哦，仲很时间的哦。俺没讲中艾滋病，俺系讲拿艾滋病来过桥，过咩桥哦？那男人索妹仔呢，就唔系难啊，他呢要想抛弃佢呢，就好艰难哦。系哦，俺就系咁样咯。那严氏讲，等下来搞你，你今晚呢就约一条货出来，
见到面一次呢，你就扎得爱死爱死的毛的神气，然后呢，你就破戒满意做马街嘅啦。你就讲啦，我对唔住你哦，你冇老啦，我要去拼，可能我双脏嘅合债呢。医生讲我系艾滋病，所以你要夹啲去检验啊。咁样就落地噶啦咩？唔是讲啦，你一条火梗系马上就去验啦。你天天冇艾滋病啦，就算你打天妈本旗啊，佢连天妈都问过责啊，何况系你有艾滋病？喂，阿奇，我又是请你哦，又请埋本错啦。唔系咁讲，我请你拍档嘅拜街边卖狗肉。卖假药？切，唔系卖假药，系卖狗肉。喂，师傅，车架来摆档，那一向落来写一床，但狗牙通水还要吐房。朋友有内伤，不是空，不惊你断送，不空又得送，肥佬又管听，我咋发弄创，卖人走心不去，条毛又脱光，一个一不好，爱自家不相中，一个一不好，爱自家不相中。一个一不好，爱自家不想装啊！讲起福建话呢，我就想起隔篱嘅福建婆啊！我要老公嘅咧，切，我喺讲上去有热啦，隔篱嘅福建婆嘅妹子啊，都有十七八岁咯，就带紧六岁嘅老太去街场买东西食喎。俺暗路后有一条舅妈同舅公交配，就起点要钱落地喎。家老太都问阿姐啦，哎阿姐阿姐，哎两条狗做嘛个呀？阿姐面红红，不好意思就讲，哦，哎两条狗在被打狗吗？俺暗来行过都听到咯，就同家老太讲，哎阿姐呃你啊，哎两条狗唔咩打狗，去坐街位，喂喂喂，死国冷仔，关你屁事啊！再唔照，挨种拍气啊！哎呦，阿姐咁骂挨喎，家老太看到就讲，阿姐啊。你也想同佢打交咩？挨听到夹夹都一次讲来哦来哦。好啦，风花雪月呢，我要讲三讲四，讲东要讲西啊。喺个后十年呢，我同阿奇哥下辈再讲多啲本源啲。拜拜。